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Dream Angel 松团的 Bass。 那我们今天就是纠通团这次可以在这里办开放式艺会黑客松，就是除了社群的大家之外，那我们这次有就是六位议员，然后跟台北市政府资讯局的协力，那还有那个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阿美蒙店长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今天有三位议员，然后资讯局长也有到场，那我们就是请他们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。那我们就先请就是这次就是帮我们很多忙的立梦议员。大家早安，我是林以梦。那今天因为致辞的时间没有很多，所以我就简短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就是因为我要借这个场地，所以我有去跟议长就是聊天一下。然后我一进去，我第一个他们的反应就说：“你是不是要找那个民间团体来那个监督我们议会不够透明啊？”这样。然后就没有啦，就是我们有很多，不是只有这个，还有别的很多专案。然后重点是民间可以协助我们，不管是市议会或者是政府，可以让整个的体制上面可以更加的改变，然后更加的开放透明，这是很重要啦，不是只是让监督你们而已啦，就是我们大家都被监督。对，所以其实议长就是还蛮好笑，但是他也是有很帮忙，就是说这次借场地，因为其实我们有包含前面几天都有因为有一些布线的问题，所以都有在借这样子。那他也就是说，因为这个议题是非常公益的，所以也是很支持这样。所以很开心今天大家可以在这边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整个不管是市议会的部分，或者市政府的部分，都可以更加的大家的能量可以改变到我们进入到体制内。所以今天就祝福大家圆满顺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林亮君。要不要站这边一点，就不会被那个灯。好 ，OK， 好，各位来到现场参与的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我是亮君。那么其实这个活动看到，我刚刚看到，其实跟了非常不同的年龄层哦，我本来以为是比较年轻的，但是我看到确实非常多的年龄层分布在这一次的参与者里面，其实蛮开心的。那就是因为其实主要是希望说能够缩短这个资讯的数位资讯的落差，然后降低大家公民参与的这个门槛，然后我们能够立基于这个开放资讯的事实上面来做理性的讨论。那因为时间真的很，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花多一点的时间在今天的活动上面，所以我就简短致辞啦吼。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活动里面都能够有很多的收获，谢谢。那么欢迎那个徐巧芯议员。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巧芯。那时间很短，只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现的小故事，就是呢其实非常感谢 G0V 呢有这个投票指南专案，这个不只对选民来说很有帮助，其实对我们议员来说也可以去看看其他人都在做些什么，是非常有帮助的平台。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因为呢我们那个网站上不都会有一个什么议员配合款嘛，那它就是其实在台北市来说我们是没有议员配合款，所以它是议员的建议事项的办理。然后以前本来都会有名字，好，然后议员的名字，然后做了什么事情，跟最后发包出去的款项。然后我最近就去看上半年度的出来了嘛，1月到6月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，很好玩。他把那个金额都全部都删掉了，所以以前可以看到发包出去的金额是多少，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不过我觉得还好，是因为其实台北市来说不是议员配合款，那我们只能去建议。那他最后做了什么发包，其实也都跟我们没关系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当我们做了很多专案之后，它会发生一连串的对社会真实的改变，不管是好的改变或者是说我们看到了不好的改变，我们要再次的去修正它，所以这是一条很长的路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走。再一次祝福大家今天活动顺利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以上是最近大家知道那个普渡之后又是中秋，所以大家要忙去。
北市政府资讯局的局长，吕新佑局长，要在那边看得到吗？就是，他就是要来跟大家致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现在，因为这次非常难得，我们这次在台北市议会办了黑客松，那我们就是要来记录一下历史性的一刻，然后就是要请。我们就是先请我们就是各位协办的议员跟资讯局这边，那我们还有主办的九松团这边，那我们先拍张照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邀请大家再全部拍一张照，这样。对，我们可能就面向。我们现在在这边拍一张主协办的，然后等一下跟大家一起。好，对，谢谢。或者是我们一起，自己只是一开始摆的。给你。要往后走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请大家一起帮忙大合照，所以要麻烦请两侧以及后面的朋友帮我往前面的六张桌子这边移。我们等一下会从面向我这个方向往大家拍过去，所以请。后面的朋友们先帮我们往前移到前面六张桌子这里，然后就把它塞满就好了。对，麻烦后面的朋友帮我们移架一下。如果你不想被拍照的话，没关系。不过就是请大家就是希望尽量的往前这样。然后两侧的朋友也请帮我们往中间移。然后看一下。可以吧？可以 ，OK， 这样 OK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次哦。然后来，一、二、九。好。OK， 确定一下有没有人闭眼？没有。Q 一下 ，Q 一下 ，Q 一下，没有，交给摄影师。先不要这样打，人家第一次这么大场哈。好，我们在那个，我们议员后面那个就阿美萌点的朋友再探出来一点，对，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哦，然后来一、二、三，小一，看前面。好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请后面的朋友们往前靠到，就是前面六张桌子，就往前。对，我们议员跟政治局长，麻烦就往前到投影机前就好了。没有，我已经关掉了。对。请大家后面的人都往前挤，往前挤，麻烦后面的朋友们都往前挤，直接往前挤就好了。对，我就按掉就好了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要麻烦你们，最后麻烦他们往中间那边看。这样你们蹲着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后面的朋友就尽量往中间两张，尽量靠到两侧的走到中间，对，在这边再进来一点。我的左边到 Ronnie， 我的左边到 Ronnie 到这里，所以你只要超过这里就拍不进去，所以请往中间挤。然后右边，我的右边就你们的左边到小谢，对 ，Aaron 在这边再进来一点，对，好。然后后面就是尽量大家就自己想办法把头伸出来。如果你看不到摄影师的话，那就表示你被挡住了，对。所以请大家就是头露出来一点，对。对，大家头尽量探出来一下，头尽量探出来一下，你 OK 吗？有点压迫。可以站进来一点。对，可能在这边要在我的左右两，就两侧大家都塞到桌子里面。对，左右两侧尽量塞到桌子里面。好 ，Ronnie 那边也再进来一点。对，然后子瑜你们那边帮我整个压缩进去一下，可以往后没关系。对。可以逼一个，然后把一号逼在这个位置。没关系，就往中间挤，往中间压扁进去，就是压缩。来一句阿美语。来。好了，再来一个。好嘞。好嘞。好，再一张。好嘞。好，再一次。不要紧张，不紧张。抖。好。他已经快脚软了，不要这样，人家第一次拍这么大的场合，对，我们的小帮手第一次拍这么大的场合，对，然后第一次拍就遇上议员，他就
对，我们把麦克风换个 base。好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就要来开始提案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好好好。因为我们时间晚到了，所以可不可以？